师傅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影响我夜半的米是俗难得。吼、今日月娘真圆。是啊，在中原真是惊一句话，叫做过血风骨杀人呀。啊？岁月春寒无人看，断劫不复灵无根。可惜了这精美的酒杯，飞燕的杀机，瞬间的降落，灵魂者非死不救。怀疑阁下不朽吗？你随你，一时无安。你随你，父亲，原来是家丁要带孩子回家，理解理解。应虽是昏庸，但知影会换你做婚仪的师傅，都归婚主弟之名。人归主弟，所以会庆师兄令姐姐宗主之位。会庆，你也是这样模范，奇怪。我太人一向谦逊有礼，为何总受人这样形容我呢？本仪方才对决，你看清楚了几招？还是牛顿只看出四招？八招之内只学得四招，无用。那请问阁下，怎样才叫做有用呢？方才知道一回气谈，只是无法英雄的生死之决。无道比的就是生死，无出决心，也妄想得亏。那阁下自己是何真有决心呢？身为天之道影，含笑不依的正道，什么意思？看来你不清楚，不过这就是影的功用。当年天元轮回，严重为了温从妖间的你，另外选了一名囡仔进入修真院作为掩饰。从此以后，那名囡仔的人生就注定活在阴影之下，不得光明。人的一生，苦难甚多，欢喜亦多，左右拢是自己选择，命运既定。不逆转，就如同一轮明月，永远只为照耀一人。芬儿，你有挂无的机会，
爱把握。分二，晓得。师父，请别责怪父亲，他只是因为母亲过身之后，一直孤身一人，所以有一点偏激，无事只是可惜了一乌手的兄弟。以方才所说的故事，你知晓吗？细汉时有听父亲提过几次。师父，我是不好的家事吗？为何这样问？我明知父亲的故事也不输尽处，而且人力为师。你所谓的不输尽处，是人我为师，也是知晓你父亲的故事。是。现在你能做的事情真简单，专注在你的剑上便可。剑鞘筛选得如何了？剩七招，比我所想的要紧，行吧。奇别妖光雨，铁锁破万金。